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Fujica 的这台 STF 哦，那这台它有这个原厂的背带哦，还有这个原厂的这个镜头盖哦，那它原本是在这边呢哈，有没有连接哈？目前是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，不过还在哈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镜头保护镜哦，镜头保护镜哦，那它的这个快门哈是转盘式的哦，在后方这边哦，转盘式的哦，可以看到哈这个转盘哦可发哦。那这个电池就是一般的这个三号电池哈，一般三号电池哈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它这个皮面哦，都还健在哈，有些使用痕迹啦哈，有些使用痕迹哈，底部我们都有拍照。那这个底片式哈，就是直接这边拉开，那你就往上拉，要拉到底哈，你看它就开了。哦，可以看一下哈，那这边海绵哦，就是再整理一下，这边海绵要整理一下。那这个快门，都可以动作。好，就卡上去就关起来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Fujica这个 STF 的这个视频。好，谢谢。